咱台是大都里个性宜兰乡的好朋友好处边，大家好，我是南投县议员叶仁创阿创。过去的一年，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不管咱伫生活、工作，还是咱囡仔是谁的学业吼，拢有受到多多少少的影响。啊，新的一年就要来啊吼，啊，虎年到啊，我伫遮祝福咱大家虎年行大运，虎虎生风。啊，上重要嘛，要祝福咱的各位好朋友吼，身体爱健康，出入爱平安，啊，心情爱快乐，祝福大家新年恭喜快乐。感谢。